们就是要伴奏啊，不然要干嘛？在吃饭了，先来拿你的手机，灯都暗了，阿妈，你要不要出来了？快来拿手机啦！不要再吃东西了，阿妈，阿妈，你就给呀！已经12:10几了，铁门都关一半了，阿妈，你来了，阿妈，我爱你嘞。下班了。